真的，你在地上抖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换治疗？我不知道，救我！救命、啊！没办法，一样，你妈搞变了，咬我。哦，我按放弃了，等一下，放弃了。哎、欸，我死了，还没。听说你有大麻烦。欸、但是我比较担心是那些变异的其他人会砍我们的人、欸、那也没差，反正圣光肯定准当。我咬到他们呢、欸，战哦！哦，观战中，猫只看我的就可以了。而且我会回血，好扯哦！皮虫会回血，画皮很强，画皮超强。你为什么可以搞来这个东西呀、啊？我们反正船上就有这种。其实船上每一次你开船的时候都会附一根还是两根？但是就是用来搞人的吗？嗯。哎、欸，有人又变了，有人又变了。看到那个倒在地上抽的那个，应该就是要准备变画皮的。感觉像，有了。那互砍是怎样？啊，圣光在干嘛？圣光有中吗？没中啊，我等你们，别僵持啊。可是，画皮那个我看得到吗？到看得到。他还没有严重性的话，看不到吧？对啊。因为他那个有些显示的标志是针对画皮当事人看得到的书。哇，他在抽了。哎、欸，你变画皮还戴手铐的话会？啊！放弃，按放弃，按放弃就好。先焊死吧，我先焊哦。啊，你把上面焊死。哎、欸，我直接。可是还，他们咬一大半的人、啊。可是还没有确认呢、欸，还没有确认我们这边有没有，对啊。哦，当没发现，大家在船上就好了。但是，照理来说，他们也会有一些行动上的那个。好了，焊死了。表征，所以应该是没有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哎、欸，他没事哦，他是安全的。真假的？那上上给他咬，给他咬。好、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今天过得好吗？今天过得好吗？你有要咬我吗？好，我再上去看一下。然后这是两个保安官的那个画皮，老兵。我看一下第一轮线区。过得怎么样？第一轮先去托卢斯啊！嗨！哦，衣服呢？啊，我也要，帮我拿一下。哎、欸，哦，你说之前那一件吗？所以我的已经拿掉了。你是不是偷开枪？你有被咬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在偷他们东西。
然后就要可以偷吗？可以啊，现在趁火打劫啊，把他们都死光了。哈哈哈哈，这样讲是很急啦、啊。好有道理哦，好有道理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要画皮咬哎、欸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全部都有红色手收啊。哎呦，我有过瘾哦。好过瘾哦，我拿的东西全部都有红色手收啊。偷窃。偷窃，这边要灭了，我们再跟他们借一下。你再借一点东西，借一点东西。回收。我把东西都丢地上，让 NPC 自己捡拿去放。最上面，最上面，他很安全。那伤人呢、欸？对。好硬哦。没子弹了。他怎么还不死？这个咬超久哎、欸，这个为什么这么硬啊？因为如果血沫变皮，怎么会怎么样？啊，不是，到了。有什么东西看画面很怪？他在咬他 ，F F 咬他嘛。我死，我死，我死。去左边，去左边，去左边，去左边。到我，到我，到。按放弃，按放弃。我们是他们的奴隶。哦，好老哦，天哪、啊！哇，你开始咬了，开始咬烂了。下面的裸体的好凶。等一下，这个如果真的发生在船舰里面，好惨哦。哦，不会啊，这是第一时间我宁愿把那个叫逼，就那衣服，第一时间就把门焊死了。这恐怖片最爱的题材不是吗？都拿光，这里又一个，这是阿光船长哎、欸，哇塞，哇塞，揍他！哎呀，好多阿光船长的尸体哦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也一个穿着潜水服的。而且他在抖动，阿光船长在抖动。我是骁勇善战的勇士。欸，不要回船长，不要回船长，不要开船长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我回来。欸，猫子，那个上面内门的炮，你可以摸吗？好多人。上面内门的炮。回到炮，回到炮。对对对，快快快快炸！这里可以炸很多，很赞。哎，接我这里。好赞，好赞，好好玩哦！还有那个门那边射上，哎、欸，可以可以。好，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干嘛了？我们就把所有僵尸回收尸体，对，然后把东西搬一搬，冲起来了！哇，你上不去了，你走位，走位一下，走位一下，怎么走位啊？走到右边呢、啊，再走到左边呢、啊？你可以，哎，好了，锅炉社来了，在上面屋顶上面，在上面还有一只。好，传承室下来了，传承室下来了，好，直接下去，直接下去。哎、欸，你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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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，走，你赶紧走，离开这里。啊！开门，开门。好，你先跑，你先跑。好。猫子。猫子干啥？我还是死啊。我下24秒复活啊。反正我手上也没有拿东西、啊。猫子开。猫子没子弹了，对不对？去拿一下，在旁边，上面架子有炮，去拿一下。而且他得太空炮枕了，就有了。哦，我要太空炮枕啊！隔壁不是有炮弹的吗？哦。你拿移到另一边，右边去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了。你放一下，你放一下。就现在。是不是因为没有人在工作的关系？对。